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。今天我终于找到可以单独发射飞机的武器了。发射飞机的时候，它还自带音效，这就比纸枪玩的舒服多了。想要发射多少，那就点几下，非常的舒服，完全不需要去计算时间差。这款武器还有一个功能，它是可以变成飞机的，我们可以在天空中自由的翱翔，而且这个飞机无论怎么撞击都没有事儿，就跟吃了无敌幸运星一样，上天入地那是无所不能啊。不只是这样，它还可以发射导弹，但是发射太多也会造成卡顿。总之，这个武器还是非常有趣的。现在咱们要玩的这款武器，那是超人的拳头啊！来，我们看一下常态攻击的效果。轻轻一拳就把载具揍飞了，不愧是 Superman。 另外还有飞行的拳头可以使用，这样一来就可以直接贯穿各种建筑物，和之前的飞机差不多，在空中那是畅通无阻啊。当然，超人的招牌技能也是有的，这是冷冻呼吸的效果，就像龙卷风一样，只是射程短了一些。高温射线这个技能也是必不可少的，它的效果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射程也非常远。好的，咱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会。